大家好，我是 Gary。大家好，我是小星星。今天我要来带大家来看曼谷最特别的咖啡厅，叫做 Keep My 咖啡厅。那我们进去看吧。耶、！BTS 咖啡厅一号桌，直接走，大概三分钟。首先进来门口，你可以看到一些招牌，上面写着一些警示、劝示、名言。这个是什么？วันนี้คุณเหนื่อยไหมเออ今天你累吗但是为了钱呢、大家好我叫雅妍好首先我们要来看这个咖啡厅有四种主要有四种不同的饮料分别代表四种不同的意思第一个是的喵喵喵喵第二个这里点餐非常特别哦，你必须要先回答一个问题，然后才可以拿到那个饮料。棺材里面，觉得那个空气还有那个气氛非常压抑，觉得自己有一天真的会躺在里面吗？应该还很久吧。